现在的民用航空法99.9讲到无人机的管理呢的范围，只是对于建筑物的外面开放的空间从事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也就是它只管看得到天空的地方，室内并没有在管理的范围之内。所以无人机呢在议事厅里面飞行，交通局、警察局、市长管不到，唯独只有一个人他可以管，那就是这一个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或者是代表，就是我们的康玉成议长。我在下面呢，可以请他不要，可以请他结束任务吗？好，可以收回。所以我在这跟他讲的就是凤山有限的这个无人机的时间都是在你来讲，时间在你，请他结束任务回家。好，谢谢。